我老板是个，一个字形容你的老板，鸟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我的员工，你走，你就是背叛我。Hello， 领导啊。哎，你这样有空，你不会去想怎样 improve 你的 business， 对不对？是你自己宠坏老板了。是。前线开讲，10月4号起，星期三晚上10:30，8频道。从10月4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前线开讲。